大家好，我是姚老宏轩，很开心《浮士奇》可以入选 KFM 2020年度十大专辑。《浮士奇》这个作品呢，是由三段独立却彼此牵连的篇章集结而成的作品。那当然也是我的首张完整概念作品，不需要被知道太多的前因后果，并不影响你充分体验这个旅程。重要的是你在这张作品中找到你自己的投射，我觉得那个是一种缘分。也许对你来说，这只是一部低俗小说，也有可能是一场真实的超时空漫游。对，那要怎么样？对，不怎么样。但如果大家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点乐趣，对我来说这件事就已经够酷了。也在这边感谢所有参与这张的制作伙伴以及我的乐手团员们，祝大家新年快乐 ，Have a nice trip。